我想请叶大师担任我黑市城魔法公会的名誉会长，不知大师意下如何？我名誉会长？大师别误会，这名誉会长只是一个挂名，代表了大师在魔法公会高贵的身份，但并不需要大师为魔法公会做什么。但在我魔法公会，却可以享受诸多优惠。